别碰！你所看到的景象，皆是石花所产生的幻想。原来这才是莽岭真实的样子。石花生长在悬崖裂缝之中，吸收天地万物之精华，则披日月星辰之光辉。文念，小心！你在做什么？石花虽然神奇，但也是植物。凡是植物，必然需要泥土的滋养。方才仔细研究了一下，沿左边的路上，泥石居多，不利于植物生长。但是你看，沿右侧的路上，泥石越来越少，泥土居多。我猜，一直往右前行，就能找到石花洞。小心台阶。果然是这里。你还有点本事吗？多谢婉娘夸奖，在下当之无愧。婉娘，这里阴冷，不要着凉。谢谢。这地方，我们来过。可否借婉娘幽冥香一用？
鬼打墙。是石花的结界。这石花历经百年，有了意识，便用自己的灵力创造了结界。这就是许多人来寻求石花，却求之不得的原因。只有引开藤条，才能摘下石花。走，快走！走啊！想到晚娘竟然对我如此关心，我好生感动。刚刚的情况那么危急，万一真的出事了怎么办？我只知道，不能让这万一发生在你身上。